Going in area hay que dar una opción así si la vuelta a pasar a todo a la mano no tiene todo
声色，声色的声音，而且色的叫颜色，颜色。这些声色啊，你都是有很多。在金刚经的第三部里面讲，从意识建好，从伊营销建好，自然营销到这个结果，这是道。同样跟你讲，你若追求着声色的这个物件，你要看到你如来实相，不可能。中等的人来讲这个物件，因为执着这个物件，你今日认识着你真正的实相，你有觉得一个真正应该你去个哦追求的哦，你家己去个啊，你了个敢尊重的，你无去个尊重，你个尊重表象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来认真做老做老的。啊，你是记得你个心里啊，咱有一个思想，有一个本性，这是你们个定做伙。这不认为你，甚至你未来把酒欠你，把它行出去，会叫做命。未来把你行出去，叫做命。所有一切，咱拄则讲的金钱、地位，甚至税法，都免得把你行出去。这拢叫做啦，万花开时节，那唯有业随心。我一听你讲的是那个的，啊，那按这个原理，咱的原理，咱只想看啊。应该爱告诉你这些说，你像亚裔，你对这个领地也不了解，我不懂你意思啊。但是这个真是好，那这个也是不会听，不会听出啊。当然呢，也不错。今日修的先生来说，哪一个兴趣的修的那个地方？我讲的兴趣的什么？兴趣的就对你自己感官所产生。内心世界的启动，那叫做啦好奇。你内心世界产生这种的好奇，啊去追求那种假象的物件。哇，这作祟的，哇，这种天好作恶的，这叫做表象，这种不叫做真相。真相的物件是袂作对，真相的物件袂错化。我来往南讲的，一杯白开水。白开水听无，那就袂甜水，甜水啦，甜水，那你听啦吼，一杯白开水，那就袂甜水。这两杯啦，咱今日去这大人，你会饮糖水还是白开水？白开水。糖水。你饮糖水。饮糖水就是讲，这五花八门，而且互你的神经作，你的比较强烈，作兴奋剂。但是然后呢？但是精力就参照这块白水安尼，白水就参照这块精力。例如你饮那个汤，一边哦我爱饮，但是我无饮到白水，这款的物件白水饮到你的心，白的饮到你心，白不饮不健康，你的生命无处可去，咁是安尼。嗯。但是这块，你的汤水呢？就是，我也认同了。你的精微器官啊，因为你今日去饮这个糖水，造成你精微器官失调。我来比如一下啦吼，那今日你来听道理，就参详的饮这个白开水，不是想讲我今日去听一个多精多精的好吃的物件，都错。这不老板人去干排队，去安尼什么？你真正不是这个物件。那年纪早些说出来，都无人跟你收钱，对不对？好，都无人跟你收钱，那你搞这个说出来，好，下面就开始，到第二人接过面开始。嗯。我听道理啦，哦，听道理啦，听道理，我来净化咱的心性，我来净化咱心灵，我来心灵愈来愈清净，我来内心世界愈来愈不变。啊，这是你今天面对世界的方式。这个就是你，现在今天因为过啊，咱另外呢就放掉这个叫算计，叫算计困难。你两个社会观，比如国家钱嘛吼，物质钱嘛吼，但是那个叫就是讲那算计，
迄个种着种阴嘛，一种阴，啊阴着即条线，即个尖，即个尖哦，人阴着着诶，迄条线着，迄个尖人阴着有着，迄个线有着，即条线有着，甚至线随着尖咧行，还尖随着线咧行。山水尖，但是你随迄个尖是好个尖还是歹个尖，即足重要哦，足重要哦。你今日去人诈骗集团，叫做尖啦吼，叫做尖啦。但是你就叫做山，安尼听无？但是你按诈骗集团即个人咧行，伊行到底是山对不对？啊，你刚刚嘛是一个诈骗集团的成员，但是，啊，哪有好？所以你因需求的目标是不好。干你讲，你含歹的行，你后日你是歹；你含好的行，后日你是好。所以我想讲一句，干面粉粿，伊会去采取真多的回民的人，你含好心粿。你也可以猜出作者的传人。